我也这么觉得。自恋。司令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你们有事儿吗？那我们就在门口，谭司令有需要随时吩咐我们。好。这两个都是徐伯钧派来的吧？没错。那卷胶片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，我们家司令大人从来都是运筹帷幄。这么觉得？自恋。哎，刚刚那两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？你猜。箱子夹层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，我有这么蠢吗？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？未必你比我聪明啊。对啊。当初。你拿了我的布防图，把你都赔给我了，你说谁聪明？那你到底放在哪儿啊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；如果你猜错，那就得给我一个。